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演员陈炳瑞，我现在是在黄山的山顶上进行《重阳奇妙游》的拍摄。现在山顶上的空气真的是非常的新鲜，这个季节登高踏秋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。重阳节又叫登高节，10月3日河南卫视《重阳奇妙游》，让我们一起登高抒怀，感受秋天的惬意吧。